格夏拉雅。虽见诸法无来去，然为精勤礼宗者，生是护住观音前，三门恒是金顶礼，礼若之愿诸佛陀，修持正法而成就，已了知其心故，于此宣说佛子心。一火下曼达州时，为自他独轮修持佛子心，贪恋琴房如飞水，憎恨地方如烈火，以往取舍与安者，抛弃故乡佛子心，经蛊惑渐起，无散乱孤山自增，精行于法身定界，俱尽除佛自心，常伴亲友各分离，在留后世，时刻中立生可点，舍弃尽是佛之心，教往恶人真贩毒，是怀文思修事业，凌晨无忧慈悲者，愿离恶有佛子心，一直真实灭罪业，功德增如上仙月，书生上师教子生，更为真爱佛子心。丧父与轮回语，世间天神能救谁，不知书生无期处，皈依三宝佛子心，佛所难忍何去苦，皆为恶业之果报，是故终于生命难，永不遭罪佛子心。坏灭法了
身，圆满正觉离他成，是故极乐与他苦，真实相还佛自性。何人以大贪欲心，多获林多我足财，此生受用三世善，回向于他佛自性。
时，是如下几尺彩虹，虽显美妙然无实，断处弹指佛子心。诸苦如同梦自私，你先知是成疲惫，是故遭遇为缘时，是为幻想佛子心。
是真知真念见，贪嗔烦恼出生死，离集参出佛自性。总之一切为一种，观心处于何状态，相续具足真知念，成般他离佛自性。如是清修诸善根，为除无边众生苦，皆以三轮清净慧，回向菩提佛自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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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天意，诸神遮掩而转足，三世七从佛自性。因无慧见，无修习，虽无智者所习此。然以诸多经论故，此佛自性定无谬。而诸佛自广大喜，如我愚者难测故，相为不复等诸过，诸生者前期宽恕，以此善愿终有期，一生是说菩提心，等同不住有几遍，大悲护足观自在。各位大德，阿弥陀佛。学佛就是学慈悲，慈悲的对象就是普度众生。对人来讲，那些还不懂得佛法、不信因果的人是我们要慈悲的对象。对众生来讲，那些要被杀的这些畜生道更是我们慈悲的对象。对无形的来讲，鬼道、地狱道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，更是我们每天要普度的对象。所以希望各位呢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把生命电视台弘扬对每一道众生的这种慈悲，那么推广出去。所以我们要印很多经，我们要办很多法会的活动，我们要建设更多的护生园区，我们希望在台湾最好又多盖几个大蒙山施食道场，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流浪狗安置中心，也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生前医院、生前安养院、孤儿院、未婚妈妈班，这个都是生命电视大道场、佛陀教育中心要圆满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各位加入这个菩萨的工作，护持这个菩萨的工作，让生命电视台把这些工作弘扬到全世界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。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祸患鸟巢，惨遭火劫。有一位名叫小伟的孩子，非常的调皮，
他很喜欢四处找鸟巢，并偷拿巢中的鸟蛋来吃。哇哦哇哦，你来追我呀，你追不上我的。别得意，我绝对能追上你。怎么样，我抓到你了吧？别吵了，你看小北在干什么。喂小伟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快下来跟我们玩呀。我才不要跟你们玩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哦，什么事呀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马上就能拿到了。他到底在做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嘿嘿，还真不少呢，今天又有美味可以享受了。小伟，你刚才上去做什么呀？我看你好像从鸟窝里拿出什么东西来，给我们看看嘛。好啊，给你们看看吧。哇，是鸟蛋！你爬到树上拿鸟蛋做什么呀？当然是拿来吃啊，回家把鸟蛋放进火里烤一烤，那味道可香呢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也想吃吃看。不行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要是树上的母鸟回来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，那他们会有多伤心呢？哼，要你管。你能不能给我吃一颗看看啊？不行，我才不给你呢。哦，唉，母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，好可怜。这个调皮的小伟每天都在四处找鸟巢，然后偷拿巢中的鸟蛋，不知已有多少个鸟蛋被他吃进肚子里。有一天，小伟又像往常一样四处找鸟巢，可是这天他找了好久，都没有找到半个鸟巢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附近的树怎么连一个鸟巢都没有啊？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啊？要你管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又是跑来找鸟蛋的。哼，我爸爸说了，不能吃鸟蛋。你把鸟蛋吃了，鸟儿就没有孩子了，他们会很伤心的。随便你怎么说。反正我找到鸟蛋也不会给你。我才不要呢，我爸爸说了，偷吃鸟蛋是会遭到报应的。嘿，你胡说，我才不信呢。奇怪了，最近这里怎么都没有鸟巢啊？小朋友，你在找鸟巢吗？我知道有个地方，那里有很多鸟巢，我可以带你去找找看。哎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跟我来吧。好啊，你等等我，我跟你去。于是，小伟便跟着这位陌生人，来到了村外一处种满桑树的地方。哎，这里什么时候开始有住人呢？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呀。你走慢点，等等我呀。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呀，以前怎么都没发现呢。对了，你说的鸟巢在哪里呀？你吃掉了我们这么多孩子，还想要继续祸害我们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的五个孩子都是被你害死的，今天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。对，你杀害了我们的孩子，今天就要你付出代价。对，要你付出代价。快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我不想待在这里。突然，那些人纷纷变成了鸟儿飞走，而城内的景象也完全变了样。一转眼，满城处处都是热铁火焰，使小伟的腿被火烧得疼痛不已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好烫，痛死我了！你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子孙，今天你将要付出代价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爸爸，快来救我呀！惊恐万分的小伟跑到南门，想要逃出城外，但没想到南门已被紧紧锁上。于是他又跑到东门、西门、北门，所有的城门也早已全被锁上，吓坏了他，只能无助地哭喊求救。救命啊！我快被烧死了，爸爸，快来救我呀！这时候，恰巧有人经过，他看到小伟在树林里奔跑哭喊，以为他发疯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我快要被烧死了，爸爸，快来救我呀！这不是老王家的孩子吗？发疯了不成？我得赶快去通知老王。老王，风好了，你儿子在树林里好像发疯似的，一直乱跑哭喊。什么？你快带我过去。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。儿子，别怕，爸爸来了。爸爸。他发现小明的腿像是被烈火烧烤过一般，膝盖以下一片焦黑，竟已被烧成了枯骨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儿子，我的儿子啊！投石鸟蛋既伤害了无数生灵，又让鸟儿饱受丧子之痛，这样的恶业终究逃不了因果的惩罚。